新龟兔赛跑？那旧的龟兔赛跑是什么样的？真想看看呐、啊！今天是2019冬季奥会，欢迎两位参加跑步比赛的选手出场。向我们走来的第一位选手是小兔子，向我们走来的第二位选手是小乌龟。来，请两位选手准备好，一、二、三，跑！你跑到了，多加一句话。看着投影画面，我好像来到了文中的故事世界，看到了人在无人问津时的黯淡失落，在一片漆黑中听到隐约笑声时的悲伤，在听到有人答话时的开心兴奋。怎么下课了？快来，下节课又开始了。对联春联该怎么写呢？原来是这样。作业，那就写奔兔的故事吧。请高年级的同学找资料概括，请奔兔老师帮忙修改整理，再由本班同学翻译成中文小故事。知道了奔兔人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奔兔人吧。这就是奔兔人。奔兔人三在简文中读着 plum 奔 plum 是三的意思，指本就是奔兔人的名。没错，大家可能发现了，这不是现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英文发音吗？没错，坛子山的原名就是现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名称。那大家知道龙奔是怎么变成首都的吗？这还跟一个国王的故事有关。这个国王名叫巴布尼亚，大约在奔夫人三世正好的60年后，布尼亚国王想把首都从吴哥迁到其他地方。他知道了今天的各种条件都很好，后来又听说了奔夫人三的故事，所以他决定迁都金边，于是根本就成了柬埔寨首都金边。光流转590年后，来到2024年，今年是龙年，这个是柬埔寨的龙，是不是和中国的龙不一样？每到柬埔寨年期间都会在坛子山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，欢迎大家明年来到柬埔寨共度新年。最后我想祝国际中文能发展得越来越好，能派更多志愿者老师来到柬埔寨为我们教书，能让我们得到更好的中文教育。谢谢大家。